等等的故事。有一年登山时去登山，其中有一对情侣，很好的情侣在一起啊。当他们到山下准备攻峰时，啊，就是准备登上山顶的意思，天气突然转坏了，但是他们还是要执意的上山去，于是就留下那个女的看营地。可过了三天都没有看见他们回来，那个女的有些担心了，心想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吧。等呀等呀，等到了第七天，终于大家回来了，可是唯独她的男友没有回来。大家告诉她，在攻峰的第一天，她的男友就不幸的死了。他们赶在头七回来，心想她可能会回来找她的，于是大家围成一个圈，把她放在中间。到了快十二点的时候，突然她的男友出现了，还浑身是血的，一把抓住了他的女友就往外跑。他女朋友吓得哇哇大叫，极力挣扎，这时他男朋友告诉他，在攻峰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山难，全部的人都死了，只有他还活着。